今天我们要选出本年武功最好的四名弟子，进入达摩院修炼本门的上乘武功。记住，我佛慈悲，我辈弟子习武是为普度众生。比武皆在切磋武艺，点到为止。第一场由天宝对心宝，大西瓜倒霉了，请指教。 开始！心宝，你输定了！你爱。
龙门徒胡作非为，徒弟是你的，我看你怎么跟方丈交代。